地产铺的玻璃和对开的地面都留下了大量的红色油漆。现场是屯门乡市会路明伟大楼地下的美团物业地铺。星期六早上九点几，职员回来翻工就见到门口搞成咁，于是报警。职员就说没有跟人结怨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人淋油。警方就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处理，正是调查紧。